红山大庆，黄山到泰国去卖命，事关佢双脚有力劲，咪见佢有傻有呆自称，佢只脚一踢惊最心惊，更有一招反手都冇得成，找身呢就回春性命令，绝招身怪有奇有惊，李小龙呢三掌都满天惊，电影经演出得已证明，人皆知你三脚绝境，常常欲搏连环报得精，哎呀拳拳欲做打得认真性，实在是刺激紧张搏命，拳头大战各方无停静，踢到个个一扑一碌睇到都心惊，就是大名若几脚一踢身都会攞命，卖命，事关佢双脚有力劲。